找不太到了 ，Win 十又放不一样，按右键内容或者是控制台里面的系统都可以。它里面进来之后，如果你要设定它的配时，就是从这边有个进阶，有没有？进阶设定里面有一个环境变数，环境变数里面有配时，那配时我现在指向的是这个路径，所以如果你已经是这个路径，你就不需要再到那个路径底下去什么 pipe 下面去执行，你就直接可以 pipe 啦。因为它就已经给你指到那边位置去了，就不用再 pipe 了。OK，所以有些同学已经因为有还原，我不知道，因为之前是有还原，那结果这个学期好像没有还原的样子，所以搞不清，反正就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重点就是你就把它装起来就对了。OK，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哦，我刚刚也遇到哈，就是说因为有同学之前也遇过，因为你可能安装了太多环境了，像这边 Python 32632。这边一个对哈，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Django 里面又有一个3632，又一样的东西。结果如果你指向的假如是这一个，可是你去安装的是这一个的话，那当然也不行啊，对不对哈？所以特别注意哦，好像之前也有同学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要先确定你到底你现在系统是用哪一个。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哈，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直接到 Windows 里面。有没有还记得吧？哈，设定最早初始化这个路径，你先确定一下你现在这个路径是在哪里。我在低碟这一个哦。OK，然后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安装啦？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看一下 Beautiful Suite 4这边有了，有没有？然后呢，Request 也有了，对，那表示你这个环境是 OK 的。如果你一进来发现，好像你安装的路径跟你那个执行路径是不同的。那你就要把它改成一样哦，不然你怎么装怎么跑都不行哦。所以这个当然都是细节啦，如果你这些细节都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就不会发生那么多问题啊。但是其实讲起来，如果跟 VBA 比起来，VBA 实在太单纯了，对不对？环境不会有这些有的没的这些状况哈。但是这怎么办呢？因为就是因为你可以解决它了哈，所以这个。不然就被他 KO 了哈，对啊，就被好啊。这细节如果都注意到的话，你把它执行就 OK 了。那我刚刚讲了，其实它主要是分成第一个是把网页抓下来，第二个是用 Beautiful Soup 去找到那个关键的 A 跟关键的 Class。所以以后哦，你们要抓的话哈，反正就是去按右键检查一下，你可以去抓到它的到底是 A 还是 HTTP，其实也可以啦。如果你将来要换一个方式，你说老师，我可能要用 TD 方式抓个位，其实也是可以啦。你可以找 TD class 也是这一个，但是问题它只能够找到里面的 test 哦，所以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假如说你这边把它改成，这边把它改 TD 吧，不过 href 可能就抓不到，你可能要在 TD 的下面再去找 A 哦。OK，所以它一阶一阶的。在 TD 下面再找 A 才会找到 HRE，否则如果你现在执行应该是什么？它会出现的网址哈，里面有没有 test？里面就找不到东西了，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要找 A。好，那第一阶段完成之后的话，如果我要完成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什么呢？这个 OK 了哈。第二阶段的话呢，不过刚好同学问说是不是直接可以放在那个 Django 里面 view 啊？当然可以啦，不过我是。因为直接放 view 哈，困难度更高，而且在 view 里面错了哈，你可能也很不好出错，所以我建议哈，你最好是先在 Python 里面执行 OK，再转到 views，成功几率会比较高。OK，有同学直接在 view 里面写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但是问题出错怎么办？出错你要再打开浏览器，那边切来切去，倒不如哈我的习惯，我先确定。这个在那个Python 里面执行没问题，再贴过去。那第二个重点，我就是怎么样？希望把那个 YouTube 改成什么？只留下这部分跟下面部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等一下我要把它放在 Option 里面嘛，才有办法再去串接。所以第二阶段我希望完成长得像这样子。可是问题要长得像这样子要怎么做？里面大概就改几个地方，就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好，那我大概讲一下，第一个是上面的东西是那个超连接里面的，然后下面是里面的 test，所以大概改一下。第一个把什么？把这个标题拿掉，
这个拿掉了，这不用了 ，OK， 我就不要显示这些哈、哦。然后把它们怎么样，上下颠倒一下，先输出那个超连结，再输出里面的标题。好，第一关看看能不能过。好，过了。第二个重点是说，我要的东西是在第几个呢？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十个字。OK， 所以哦，你可以有个叙述哦，你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后面，这个是取得了字，对不对？哈，字的后面，如果你有个中括弧的话，表示说呢，你要抓里面的第几个字。比如说，我要第十个字的话，因为它编号从零开始，它从零一二三，所以你就怎么第九冒号到第几个字呢？哦，你可以这样快速算嘛，第九。第十，这是第十啊，应该哈，理论应该是二十，第一二十一个字，所以输入什么？输入二十，哦，不过你其实说真的，你可以随便先输入啊，像我之前这样，随便先输入一个大概的，然后让它跑跑看，如果跑出来哈，它位置是对的话，那就是我要的位置了，三 OK 了，但这边会多三个字，所以怎么样？把后面三个字拿掉，所以最后我希望留下来是 AK 到 K， 那就是9到20看看。没错，就是9到20。但是你想说，老师可是以后呢，以后如果又改了，那岂不是对，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啦。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去找它的位置在哪里 ,9 怎么来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要找9怎么来的话，那这个地方20怎么来的，那就是需要下一点功夫啦。不过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我的想法，这样我就是 find 什么，也许是 find 这个嘛，它的位置嘛，齁。那所以呢，如果今天假如说我 find 这个位置，比如说我今天 print， 这一行先不要显示啊， print 它的位置，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字串后面加一个 find， 齁，点什么呢，点一个 find， find 的话意思说我找里面的东西。那你要 find 什么东西呢？告诉他说，哦，我要找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呢？有没有等号？你就告诉他有没有等号。他回来的话会告诉你那个位置，所以我底下的话，我这边有个 find， 有没有 find 等号？那看一下，执行一下，他等号的位置在哪里？他告诉你 print， 第八个字，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会？那我们要等号的后面一个，所以怎么办？把它怎么样加一不就好了，加一是不是变九，没错 ,OK, 九啊，因为有好几个啦，所以我们里面全部都是九开头。啊，再来如果要 find 什么东西呢， find 那个，再来就是往后面找嘛，一个 end 符号，有没有到 end 符号停掉，然后 end 符号就它的位置停在这个位置停，我们把它执行一下，如果找那个 end 符号的话位置在哪里呢，20，刚刚好 ，OK,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就有个底了，所以呢，我可以怎么做呢？把这边加上一个中括弧，前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字串后面加中括弧，就是说我要切割字啦。啊，第几个字呢？就是第 find， 帮我 find 那个什么呢？find 等号嘛，所以把这边改成 find 等号加一冒号。冒号意思说，所以特别注意你要这个字串里面的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中间加冒号，意思就是我要找，那我说放在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字串给他，就加这个字串，所以这个加在前面加一个点，帮我找一下这个字里面等号的位置后一个字，就这样出来的啊，所以程式比较冗长你们，我都是用那个细节有跟各位讲到了所以应该你会发现我都是复拉拉拉啦所以程式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所以看到结果都是很比较冗长，不过你会发现我的程式已经够简洁，如果跟其他人比的话，我都尽量少加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我们要的，对了再来把什么底下的东西再加上去 OK 好，可是我离我们目标已经接近了，但是我们之前做的应该是要把它再串成什么？串成那个
表单里面啊，串成这样 option 啊 ，option 等于冒双引号，然后串一个，然后再把那个东西放在这边，按一个结束 option， 啊，最后呢再把这一串东西呢放在 slash 这个中间里面，有没有啊？它就动态出现了。OK， 所以离最后的目标哈、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待会哈、再想想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前后再串这个。啊、最后呢再把它串在中间，输出就自动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哦、所以待会大概在下一个阶段就是串成 option， option、哦、然后 option 结束，总共有看几个就产生几个，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塞到 views 里面就 OK、啊、views 执行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丢到网页里面去，他就看到了。 OK、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哦、不过有的时候想法跟实际上哦，当然还要看你的功力有没有到那里啦。有的人想得到，但是有离那个做还可以有一大段距离哦。那还好，是我想得到的，好像大部分都做得出来哦。所以这个也没有特别去想，因为我只是说有感而发。上个礼拜有同学在那边土法炼钢很辛苦，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没有讲一下，好像。真的，以后你们如果期末作业也用土法炼钢来做的话，哦、那当然就、哦不是很理想啦。所以我想，以后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自动化啦。那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如果你以后的工作里面有很多成分是可以用自动程式自动产生的话，哇，那你可以慢慢慢慢越自动化，离那个 AI 人工智慧的距离也就越来越接近了。OK。近一点的，近一点的、OK、所以如果你离那个趋势越近的话，当然相对你离成功就越来越近了、啊、如果你离成功越近的话，其实相对的、你的那个薪资水准啊，你的各方面、应该就比较不会是问题，因为供需问题嘛，大家都需要的东西，它如果大家都需要可是却很数量很少的话，那当然、价格一定会提高嘛。如果是以这个这种资本市场来看的话，一样，人才也是一样。如果大家都要啊，你说现在如果你会 AI 会用网络爬虫去爬到应该自动可以各个想要的资料全部都可以完成的话，哇，那这样的人才、我想应该也是大家都需要的。然后可以自动写出很多工作上的助理出来的话，我想这一家公司的那个竞争力哈、哇，应该是哈、不得了的。OK， 所以你怎么样思考一下哈、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技术再跟你的工作啦，或者是你的未来的发展能够衔接哈、这样的话应该会发展的更好哦。其实也不容易啦，要解决很多问题啦，但是解决问题哈。应该也是有成就感，而且是乐趣的，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哦。